就是定啊。心机我会当予恁一个方向，头痛、气痛、大病、小病，一切拢是镭射业报。找我心通医，绝对会用个医好恁的疑难杂症。刺激买卖，开店卖厝，只要我开运力，保证予恁发发发大。众生不敌。阴阴可怖，大太贪婪欲念之物，累积无明烦恼，叫你苦难。若要消业，唯有贪念修补，而且时时刻刻受福因。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心。其实用金银之财，可能消毒你。师父啊，我看你眉清目秀，暗讲应当反乌。来啦，我替你解一粒运，保准你以后开庙。香油钱会开袂完哦，开袂完啊！莫负慈悲，哼，真是唔捌会，袂用把握好机会。对啊对啊，就是咩？对啦，我看伊哦，就是无钱阁无机会。唉，行行行，咱莫阁浪费时间，该会来啊！你忙着对阮来啊！变乱方便，人心浮动，唯有净化团圆，才能安定人心嘛。
闪开，闪开！叫你闪开，你是无听其实我，实在是对不住，一时失策，无意动手去了，恳请原谅。将军叔，为何停啊？禀大叔，是因为有人挡路，所以才会停落来。大叔，若非故意，请因赶紧离开就是。那是误了本座立功做法师之神，您敢担待得起？哦，是是是，有听到无？赶紧离开！皇上下旨，召集天下有德高僧进宫做法师，消灾解厄。大叔那是误了之神，你敢担当得起？将军叔，起轿。向开！我车还阁有一点仔散银，您先摕去救济。多谢师傅，啊，不是不是，你是大师。是啊，是大师，你是好心的大师啊。不感动，不感动啊。恁的故乡有灾情，嘛知影讲从岸城来，贫富差距，生活不易，却为何不另寻他处去找活路？恁偏偏也要留在这城内乞讨呢？唉，大叔，你有所不知啊！Oh,
家门是打开的，好阮随意进出城，伊无求工作的机会。也毋过，城外处处拢是饥荒、酷旱、大水不断，城内拢是甲阮同款的灾民啦。是啊，人数伤济咯，大家根本找袂到工作。所以阮除了伫咧城内乞讨以外，也无其他的办法咯。是，恁进退两难。一天算一天，唔敢唔忙，人生好事，只愿来世领导太富豪人家，永远唔免烦恼食穿。与其烦恼死后的事情，不如用心照顾好东海人生啊！照顾好东海人生。我连后一顿伫咧倒位啊，我拢唔知影，是要安怎过？我就是连死也唔敢想讲，我死后会去倒位啊。卡苏那些当做到，无妨害人，无伤害人，会当利益人，咱就可以安心，唔免担心。是后的气象咯。嘿，你这位大师啊，真有智慧呢。啊，哪会甲阮昨拄到迄位乌花香，迄讲的话一模一样啊？乌花香，恁的意思是？自从中安城门大开，大家拢会用个自由进出以后，就有真侪出家人对各地来到京城。阮讲的迄个乌花香，就是对世界来的。虽然伊几个人看起来乌噜噜，也毋过讲的话却真有意思。世界来，恁拄则讲，伊讲的话，甲我拄则讲的话一模一样。是啊。就准做无十声，啊，上无嘛有八声。啊，真是哩！那安尼，恁讲的这位世界来乌花香，伊现在人在何处呢？唉，甲今仔日拄到你同款，阮昨也是正拄好伫个路上遇到伊，伊即马伫个倒位，阮并毋知影。也毋过，至少伊也未离开中安城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了。师傅啊，啊你是安怎？哦，我无代志，我只是无代志就好。感恩你的施舍，等这场灾厄过去，日子较好过啊，阮一定会报答你。不用，
不用，应该感恩的人是我，感恩您给我报喜的机会。别这样说，君一定会报答你。请问大师，你的尊名发号为何呢？区区小事，不如动问。一定爱问。如此恭敬不如求命，我发病献宗。献宗大师，阮会记你啊，再次感恩，后会有期。我父祖辈，我会想世间清明，我心里满足个情，甘心不挂来个性，修好留好清净明，出入云边。难离情，是我献宗，祝合佛依赖，游遍中土国家，为了要求法，不断向列位高僧带领。清华托高，可惜所得到的答案却是有不同，因此事事使我倍感愤恨。如今听说，我对世间历来情理，再次恭敬说话。确实是小见难得，我何不奉前往拜见？也可解开我心中的迷血啦。我已经讲过真侪摆啊，我无神通，也无法术，请您卖过来教了我。大师啊，今人人拢讲，世间来个精灵，个个拢是神通广大，只要见一摆面，百病就能消除啊。也只要大师，定若是讲一句话，就能驱魔破鬼啊。就是讲啊，想当年听讲对枯枝台救罗摩是大师，神通广大。你是来自富国天地，堂堂一个波波大师，法师敢有可能比迄个枯枝来搁较歹？安尼岂毋是真无面子？定是在真烦人，请恁出去。你廖尊讲，我愿意点正心啊！
今仔毋是阮定时叫阮伫遮陪你，有啥物人要到西方来一乌花箱，行做伙啊？你既然无欢喜，那安尼就只下恁赶紧出去，免得恁心气烦恼，阁浪费我的时间，使我不能专心翻译经典。请恁出去。大叔啊，大叔，大叔，哎呀，有什么高精嘛？搁逐项都袂响的，我看哦，根本就是骗子嘛。伊烦，咱搁较烦，实在是真无聊，咱出去走走咧。嗯，行，哼。是啊，你这摆对印度所带来的经书，敢干来吃尔是？本来是炸袂少，只是路途中有拄到稻草，才会干来出家。现今净土的佛法论述众多。讲一部经典，却是有无同的观念。你若有心探寻确实的原始经典，恐怕只能到印度最大的佛教学府那烂都市。在遐，我想你应该会用找到你想要追求的物件。有何要素，尽管找来。铁造红胸，突破退回五条虎虎命书下，不但如此，突破苦海，也顺应十数万人马跌破边关啊！什么？